吗？加油！小王，他立出来。你有水吗？没有就拿走喽。再来！好害怕，好害怕。加油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宝儿就用他的快手打水。小心，小心。哎，我一直吞口水，好香哦！我打水，打水，而且打水是哪里？是讲那个冲水哇，聪明哦！我们怎么会能是？时间是六分钟，没有水啦，哎，这边没有水啊，那边水帮我拿一下吧。没问题，马上来。不是，你不能在那里啦。那我在哪里啦？那么多人，你来，来，来。不是，好激动。不然你们两个都过去那边站。嗯。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这边半油了，把那边打油了，加油！要滑了，要滑了，要滑，要滑，要滑！保安师傅现在在试油温，加油！加油！不滑不滑，陈哥不滑，油温一股脑就全泄了。陈哥的鞋子很止滑不滑，陈哥的脸。好了好了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认真啊，认真啊，没事。5秒，5秒，6秒，6秒。原来我刚刚小心哦，慢慢来。哇，滑了滑了滑了！陈哥，那个待的时间稍微短一点。哇哦，这个时间剩下4分钟。臭臭鱿鱼，来来来，哇，金酱肉丝，金酱肉丝最重要的。陈哥用了滑油的锅子，直接下去炒了。紧张啊！我也是。那个酱，金酱哈，金酱哦。金酱的颜色要出来哦，金的酱啊，金的金，闭嘴！客家味道，是味道，客家大战，他们两个在战争，很焦虑，选手很焦虑，很精彩。接下来，宝宝是这个全村的希望的，没错，没错，对，宝宝是不是加油？陈哥手在抖了，抖了两斤的米酒，然后金酱，陈哥是不知道在毁于一旦。可以相信你，陈哥。陈哥，陈哥，请对镜头笑一笑。太僵了，太僵了。水是不是？啊，你怎么没有火？啊，都没有火，干米花。也要水，要水吗？要要要要要。哎呦，宝宝是不是笑了？然后是绝味的。时间剩下2分钟。宝宝师傅，你要水吗？加油！把王刚立出来。你要水吗？没有就拿走了。再来。好害怕，好害怕。谢谢。好好好好。公公。等等。很想要冲，学长很想要冲，学长。去忙，去忙啥？准时还剩多久？抓走。最后1分钟，把握时间，加油。不好意思，加酒。他很爱酒哎。酒香金酱肉丝，酒香金酱肉丝。要什么？要什么？滤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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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滤网快，滤网快，快快快！来来，交给交给，你去弄它。什么滤？啊，滤网，滤网。我们这边有需要滤网吗？啊，我们没有，你已经准备好了。有，看到。很好。我们不是我准备很好。没有了，好紧。加油，宝宝是可以的。酒香肉丝。要弓箭吗？没事没事。加油！我觉得不相上下哎。我看起来现在两边都不相上下，我帮你决胜点在哪？这个味道了，我不准你这么说。OK OK， 那我们就还是以味道评比。以味道这太难了。陈哥起锅了，酒香好香哦，酒味有一个。来，大家准备好吗？哦，小黄瓜、葱瓜、葱丝，摆旁边的，要摆哪里？没有胶，摆旁边。拜拜，师傅。旁边，旁边，摆的那么好，上啊！时间到，左右好。哇，香气逼人。好，非常的激烈。到底宝宝师傅在这个阶段能不能拿到票数呢？会不会拿到3票呢？来试试。太不太，先来品尝，来请。好的。哇！哇！哇是吧？好脆哦，喜欢这个脆感，我喜欢下饭。来吃品尝我们的，好，好害怕哦，自己吃。吃小赖的蛋，好好吃啊！你干嘛一直讲自己的？比较甜，你喜欢？我喜欢吃重咸啊，难怪。金酱肉丝，绝对不是你加，你加那么多盐哦。他就给你哦，蘸掉蘸掉。耳朵都红了，小黄瓜刨的有够。好吃的，试一下我们的。啊，这个
刀工，看一下我们的刀工。好漂亮哦，这真的是光是眼睛就要打开的。菜脯蛋，金酱肉丝，有没有拿到票数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准备。陈佑生是不是？菜脯蛋，我觉得两边五五坡都很棒。我把票投到母狮哥这队，主要是因为这酱汁的部分是非常足够的。那这边的话，可能就是稍显的不足，因为这看颜色就知道。因为我觉得刀工呢，因为是焦爸爸切的，我觉得没有办法跟母狮哥相比，这个我就不去多做评分了。这样子，这真的是少在这个酱汁的调度的部分，差一点点。张佑生，这个地方还真的差在刀工。对啊。真的，你吃的这个小黄瓜配的这个肉，它的那个口感跟这边这样搭配起来，还是整体性是会比较完整一些。哇，我可惜师傅，菜脯蛋的部分小料已经比较多。哦，那这边呢，因为大量的油下去，在翻面跟整个中间裂开，所以会反吸回去的那个油就吸在这个蛋里面，所以你一咬是香的，可是。在咬完之后，那个油整个是飙出来。然后金酱肉丝的部分，你看这边流出来是酱汁，对，那这边就是油脂，会差别在那边，这边就有点泄水掉了。那泄水之后呢，你的肉就变比较硬，比较柴一点。那这边的程序跟熟程度，这边都抓得很好，就差为这边有点获胜呀。嗯，好了，选错人了，帮他把那个零贴上去。抢分赛，他这一次两回合下来，是吧？是两回合，是两回合下来没有抢到一分。陈佑生，陈佑生比谁也要继续皮绷紧一点。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出发，有了非常精彩的作品分享，也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。不会做菜脯蛋了，好吃。